妹子，干嘛呢？你在这里的包包还没吃几个，你要不？你给俺个六格包包，俺能给你变成两个。但是我没有亚麻布。没事儿，我多的是。好，你把眼睛闭上，我叫你睁开，你再睁开哦。练，干嘛？给我一个六个包包。对了，还我八个包包。我就是来还你八个包包的哦。这还差不多，给我吧。你听我的，按照我说的来。啊，你说，你说。你先买个八个包包。为什么？听我的，没错，快点。哦，好。好了，买好了，然后呢？你装备上，然后把身上的六个包换下来。给，可以给我八个包包了吧？你看，你身上不是有八个包包了吗？哦，真的真的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妹子，你看，我变成了两个，给。哦，咋曼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在哪儿发财呀？最好别让傻曼想起之前的事情。哦，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这什么？好软哦！哎，你看，母牛来了。你，又是你！哦，昨日一见，真当刮目相看。你没有告诉那只没见眼的牛什么吧？哦，你是说你那天在……闭嘴！叫我切掉你的尾巴吧。是，不过俺还没有找到俺要找的那个母牛，俺不认识。以前我一直觉得你这头渣牛，除了贪财好色、没教养、没脸、没皮、没原则、两面三刀、小肚鸡肠、自私利、恩将仇报、贼眉鼠眼、魑魅魍魉之外，还算得上一个本性善良的好牛。没想到现在却又添了无情无义、厚颜无耻、言而无信的臭毛病。你别急，我去把它的尾巴切下来给你。我没急。哼，今天老娘我就是要出这一口恶气。没事，谁的尾巴都一样。小妹子，咱们啥干不去。有了钱给你买棒棒糖哦。你个没教养的死妞，有本事别回来。工会里的人来了多少了？来了十几个了，还有一些刷副本的正在速度制造团灭。很好，走，咱们出去看看。你们的团长呢？团长他坐船的时候掉海里了，一会儿就能赶来。真是废物。俺来咧。你们几个跟我进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前面就是镇长了，油水肯定不少。来，我给大家说一下镇长的打法。镇长对咱们来说级别太高了，咱们虽然人多，也不一定能赢。那怎么办啊？呆贼，你先前行过去，探一探情况。
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好，好。一会儿法师要奶好啊，不对，呆子要奶好。不对，你叫什么来着？他奶奶的，连我妹子的名字都记不住，你不想过了？还我六格和八格包包。听你的，队长，我来奶。MT 要奶好 ，MT 要拉住，要是 OT 了，算了，要是 OT 了，就由我这个近战猎人顶上好了。MT 记得奶好我啊！不过镇长有个必杀要特别小心，你们看，看你妹啊！就是这招很厉害的，快干算，你把钱藏哪了？绿色的单手剑 MT 的象征啊。住手，我们 low。嘿嘿，真帅啊，无视我。好了，任务完成，炉石回去交任务就升级了。你炉石也扔了？没有，我炉石没有记在塔伦米尔。嘿嘿，终于有作伴的了，咱们走，回去交任务吧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怎么了？能怎么办？及时点，咱们绕路走。不要动手，还要好好调戏一下这只蠢牛。宝贝儿，我们去那边看海。起精神来，部落一定会来报复的，不要放松警惕。看来联盟一定要和我们打一场的，在他们集结更多兵力前，我们必须杀杀他们的锐气。 MT 还没回来，会不会遭到联盟的毒手了？谁快来死活，我们快点出发，不能让联盟这么嚣张。走，别那么着急，我们要先等待更多的援兵到了才能旗开得胜。等他们到了就晚了，我们必须现在去。他只是担心那只没教养的牛而已。我知道那天救他的时候虽然昏迷不醒，但嘴里一直骂着 MT。 那天我走后又发生了什么呢？不说也罢，我们走吧，要赶不上他了。